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我今天来欧巴这儿呢，又给带了3桶菊粉，因为现在菊粉的双十一在搞活动，它从10月24号到11月12号这期间啊，你买菊粉有2个活动，非常的划算。第一呢是119.9块3桶送一个吨吨杯，也就是说喝菊粉专用的杯子，里面有一个吸管，这么高，这么粗啊，塑料的。哎，你可以那样吸着喝。还有呢哈，就是188.8块5桶是送一个吨吨杯，然后再送5条菊粉，就是我们可以随身带着，比如说你旅行啊，或者说你出差呀，就不用带这么一大桶，那个就是比较方便。如果活动结束以后哈，菊粉它一桶呢是64.9块，你比如你要买3桶，119.9块呢，平均和一桶呢才39块多钱。那你要买5桶呢，平均一桶呢才37块多钱。可您别忘了，那个吨吨杯它也是有成本的，而且另外还送你5条菊粉。你比如说你常年坐办公室，运动量小，或者说呢不爱吃蔬菜水果的，你就可以配菊粉了。另外菊粉呢，它是纯植物的，从这个一种叫菊苣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，没有任何添加，而且它是零脂肪零蛋白的。比如说哈，我们减重的人，您看配料，菊粉添加量99.99%，剩下那一点呢就是维生素 C， 它可以保质期是24个月，也就是说2年，益生元，可溶性膳食纤维固体饮料，这一桶呢是300克，天行牌子的。这个菊粉啊，我看很多人啊，双十一在活动期间都在买啊，如果没有看到的，希望您哈就尽快的入手囤一些，因为活动一旦结束的话，马上链接就换了，就还是原来64.9块一桶。喝着好的呢，您就多囤一点，囤5桶，现在是最划算的。好，我把它放在视频下方有链接，我的橱窗里面也有。那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请点赞关注哦。